们怎么样？老板，其实门大啊，我走。不可以说话。是我的。给我。你不是我妈妈。他在学校都只跟玩偶讲话，根本都不跟其他同学玩。你不觉得他这样很奇怪吗？我们小时候不是也都会跟玩偶玩，然后跟玩偶讲话，这很正常吗？就是因为他只跟玩偶讲话，所以他根本不跟我们沟通。哎，他们觉得叫你不要生，他妈偏要生，我从哪有钱养？那是我们傻。你去哪了？安娜，哎，都来走没？怎么了？你那个东西都拿不好，你手断了。没关系啊，爸爸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不好意思，爸爸。你坚定的眼神，妈妈也是。是我的向往，她一定是变得更好了。